40岁李光洁晒家庭日常，儿子出显大长腿基因，夫妻俩打情骂俏好甜。李光洁在社交平台晒出家庭日常视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与妻子一同出游，女方长镜对着他拍不停，夫妻俩打情骂俏特别恩爱。他们回家后还一起用空气炸锅做红薯，尽享甜蜜的小日子，生活的超级幸福。李光洁的儿子已经1岁半了，大长腿基因凸显。他坐在小车里，乖巧地任由爸爸推着，父子俩的同框长腿十分抢镜。李光洁自从有了孩子，就变成了晒娃狂魔。前不久他还晒出了一家三口外出游玩的视频，耐心地陪伴着孩子玩耍，父子俩还一起做了贴画，氛围温馨有爱。如今的李光洁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，希望他们一家人永远如此美满，也祝福李光洁随雨萌夫妻恩爱。